你妈妈不是不让你出宿舍吗？是啊，我都一个月没有出门了，就是因为她说公主是不能被晒黑的。那你还敢中午十二点出来跟我买雪糕？放心吧，我已经计算过了，她一个小时后才会来给我送饭，现在出来安全得很。那就好。妈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小蛋糕，已经到楼下了，你赶紧洗漱一下，乖乖等会上来啊。太棒了，我妈来搞出去检查了，要是让她发现我偷偷出门，肯定两个月不给我买新衣服了。没事没事，小美，看我的。阿雪、雨乔，一级警报启动，迅速拦截宿舍楼下的小美们。听说了。于是我得走快，不能让我的小公主等急了。魔镜啊魔镜，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。2222张后，好了，拍了一些应该也够了。阿姨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拦不住了，白雪，小美妈往电梯那边去了。交给我，我看镜头。哎，电梯怎么坏了？太倒霉了吧！是啊，阿姨，电梯坏了好几天了，我们都只能走楼梯。这样啊，那我也走楼梯吧。过关，小美妈已经走进楼梯间了，电梯留给你们，抓紧时间。白雪，你这身体不行啊，直接楼梯走了8分钟，80岁的奶奶都比你走得快。多亏阿姨一直扶着我，以后我会加强锻炼的。这就对了。小美，你该不会是背着我出门了吧？怎么可能，我刚